吹水小黄鸡有200万网民 like。近期内地咩最红啊？呢啲未算啊，系佢超高人气之争，超过220万人争住同佢倾偈啊！其实小黄鸡系个用嚟倾偈嘅手机程式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同你鸡啄唔断咁倾偈。辛苦你啦，小乖乖，但系一定要坚持啊！我会永远陪喺你身边。咁识讲嘢，唔怪得内地网民 like 爆啦。是不是觉得有啲无聊呢？难怪嘅，有分析话呢种吹水手机程式足以反映现代人寂寞孤独，唔识同人接触，咁就唯有同佢倾咯。